呆的模样被网友笑亏，胖出新高度。15日开始在香港连唱19场的他，在 IG 晒出结实胸肌，并快肌的精壮身材惊呆众网友，却有人留言更红别闹，不相信照片的猛男是他。周杰伦17日发文喊话粉丝，你们都到了吗？红馆我要下去咯，哈哈。同步公开的照片中，见他打赤膊，穿着灰色运动裤，翘腿坐在两大片玻璃窗前的椅子上，秀出有练过的结实胸肌、八块肌和粗壮手臂，一甩之前被魁胖展现衣服下精壮身材，吓到大批网友，一个小时就有76000多人按赞。然而因为照片中的周杰伦伸手压低帽子遮住脸，看不清五官，引来网友们留言更红杰伦逗你照片，的确很像刘畊宏的身材，周董好像身材没这么好，真的不是刘畊宏吗？哈哈，老周，这不是你，不要骗自己好不好？事实上，他被拍到体型浮肿照后，曾解释因最近